六四就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那、啊、就首先就是一九八九年的时候呢，嗯，发生了一个呃，就是学生主导的，呃，呃，呃，一开始是想要这个反贪腐啊。呃 呃，就是当时是那样，就是说，中国那个时候呢，从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社会慢慢的走向那个开放吧，啊、呃，就是说他放松了一些对中国的管制，然后在这个放松管制的过程中呢，就是中国的那个官员阶层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啊、呃，就是就是原本掌握中国行政资源的人，他们在放松的这个过程中掌握了巨大的利益，嗯。 然后就开始出现大量的贪腐啊，那官员倒卖物资之类的这样的事情啊，那呃，同时呢，就是在呃文革结束之后，呃，中国的学者呃呃开始反思文革，就是说，就是为什么举国上下陷入一种疯狂，然后趁着那样一种思想上的一种嗯、呃、一种放松啊、呃，以及社会中出现的这种贪腐的这种状况。 那、呃、中国的年轻人开始，呃呃，就是有一种学生运动啊、呃。这个学生运动慢慢慢慢发展到最后呢，就，呃呃，就是大家在天安门上面啊、呃，天安门其实不止天安门，就是在全呃中国各地的呃高校，呃，其实后来也有很多呃就是社会各界啊，呃,呃市民参加啊、呃，大家呢就一起游行示威啊、呃，尤其是在天安门啊、呃，就大家就占领天安门。 希望能够推动、呃，中国政府其实是做一种政治上的改革，因为就是大家慢慢的透过各种各样的讨论，意识到说这个表面上它是贪腐，表面上是这种，呃，这些社会问题，它的核心其实是中国的政治的，呃呃，这个独裁的特性。 那导致的，那最终变成一个就是追求民主的一个社会运动。那那结果呢？呃，中共它应对这个社会运动啊、呃，最终采采取的方式，就是在呃六月呃四日，其实是六月四日的凌晨，六月三日的夜里，那呃是呃呃进行了屠杀。 哦，那呃是用坦克、呃军队、呃，那这种武装力量啊、呃、来镇压学生的呃这个改革呃，民主、民主的这个诉求。嗯，那所以这就是这是呃在中国共产党啊、呃、执政之后，呃就是呃在呃就是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呃最大的一个呃社会运动。 啊，学生为主导的社会运动，追求民主的社会运动啊。那结束的方式呢，就是以中共啊用坦克、机枪啊屠杀了。其实当时不只是学生，还有市民啊，因为后来也有很多市民参与，包括很多民众想要保护学生。啊，那呃呃，这、呃就是在呃白纸革命之前啊、呃。那呃是应该说是，就是说最呃。 就是说就是中国最接近呃民主化的呃那一刻，呃，然后结果被中共啊、呃，尤其是邓小平吧，应该说就是说，其实应该说就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呃，强呃强力的，嗯，血腥的暴力的镇压了，嗯，所以说呢，就是在白纸革命之前啊、呃，全中国呃就是最敏感的一天，那最敏感的一个日子就是六月四日，嗯，对，那然后在白纸革命。 呃，目前其实也没有到那样的一个规模嘛，啊，所以到目前为止，仍然应该说，六月四日，无论是从呃反对中共、反对中共的独裁啊，还有就是这种呃，就是中共自身它的呃这个呃来说的话，仍然六月四日是最最敏感的一个日子。嗯，它这个日子敏感到就是我，而且我看他们就说，就是现在越来越敏感，就是吉林的某某个大学。 啊，六月二日，吉林的某个大学招募志愿者，在三四日晚上在校园进行巡逻。哦，那巡逻呢，就是看说说，哦，不，就是看有没有粘贴物、标语，是否有人员聚集，就他害怕学生呃、啊、去纪念六四嘛。多个 A P P 和游戏，那。 开启所谓的夏季维护，啊、呃，禁止发言、更换头像、个人信息，就是因为就是中国人，譬如说你，你比如说你写一个六四，你不是会被呃删删除吗？那有的时候大家会用头像，或者是在这个头像的图片上暗示些什么，譬如说放个蜡烛的图像，就哀悼嘛，哀悼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死在广场上的呃市民和学生嘛。 哦，其实当时不只是天安门了，就是在成都，在在全中国各地都都有这样的，就是暴力的、呃血腥的镇压和清场，那肯定会有死人嘛。当时好像我记得就是有有美国，就是有外国人，他们亲眼所见，就是当时那种清场是暴力的镇压式的，然后直接就是说直接是杀人，直接杀人清场啊、哦。尤其是就是最严重的是天安门，北京天安门和成都啊、哦，那。 呃，所以就是说，就是因为当时死了那么多人，所以大家有的人会试图透透过就是有哀悼意向的东西来暗示大家六月四号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嘛，所以说他就全部都给你禁止掉，就不让你换这些东西啊。你看，不得播外服游戏哦、啊，什么呃昵、啊、称号遮挡聊天框和昵称什么的，嗯，哦，其实从六月三日就开始了，从六月三日到六月五日哦，就都开始这种嗯。啊 就是就是全部，他都要要要要要做这样的这种限制。六月二日哦，抖音啊、哦、也已经啊、哦、要求说说这个呃呃禁止发布推广，呃呃评论转发，严禁出现呃点蜡烛坦克。 哦，坦克是怎么回事？就是当时就是他不是开坦克进去清场，在天安门清场嘛？啊，那然后呃，就是在当天是夜里清场嘛？那然后在白就是在清晨的时候，那个坦克还在广场上面嘛？啊，就是一大排的坦坦克还在广场上面，他们他们还还是在那儿，但其实人已经就说就说呃死伤的人已经呃已经被撤下来了。 广场上已经没什么人了啊，那然后呢？有一个人感觉就像是去买早餐一样，就手里拎着两个袋子，他可能真的是去买早餐，但他知道，那所有人都知道当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嘛？然后他就走过那个坦克的时候，他就站在坦克前，他没有动，就等于坦克他不是就是他开始开嘛？坦克就是往前开，后面一排坦克一直往那个方向开，就这个人他就站到第一个坦克那里就站着不动。 对，所以说他是非常，他就是变成六四的一个，呃，一个呃，这个标志性的图片，就是坦克人啊、呃，坦克人的这个标志性的图片，就是，就是因为他也知道，就是在几个小时之前，在凌晨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不知道多少人，就是他他知道这个情形，那然后他在发生了镇压、血腥镇压之后，他站在坦克前面。 对，所以说是让全世界都非常震撼的一个事情。然后当时的这个外国记者，他们从呃旁边的这个旅馆吧，拍下了这张照片。譬如说含义不明的数字啊、呃，就是说有的人你，你譬如说我我之前给大家看《人选之人造浪者》的时候，看到大家记不记得有人发八的平方，就八的平方就是六十四嘛，八八六十四嘛，就是就是大家用各种方式想要提醒有就是。 这一天发生什么事情？嗯，啊，老照片就连老照片都不行。对，然后成龙、谭咏麟、呃，曾志伟、梅艳芳等香港艺人啊、呃，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就是当时，呃，就是其实不不是在六四那天，就是在六四之前，我不就说就是整个全国都是有这样的学生运动嘛。然后学生运动他要民主嘛，其实呃，就说香港和台湾都知道说。 中国民主化就是永远的就解除了对呃台湾和香港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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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力的这种威胁，这种呃真正的这个威胁，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说，在全世界来讲，最关心这场呃呃民主运动能不能够成功的，就是香港，应该其次就是台湾，因为。 就等于说，就是不管当时是什么情况，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只要中国不民主化，就是你的这个邻居，你的这个邻居他他他是个他是个独裁集权的国家，就是就好像说，譬如说乌克兰，他他是离开了俄罗斯的，对吧？他离开了苏联的。 对吧？从一九九几年开始，他就离开苏联了。但是你看到没有？就是当你身边你的邻居是一个集权独裁国家的时候，你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就是不管，就不管你是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就你表面上乌克兰跟俄罗斯是两个国家，但是那也没有用，就是因为他就是集权独裁嘛。 所以那个时候，全世界来说最关心这场运动能不能成功的，就是香港，其次就是台湾啊。那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香港和台湾的很多很多人非常关心这个事情啊。那大家呢也去捐款啊，给学生啊提供物资啊、食物啊、帐篷啊，就是生源，当然也是生源，啊。那希望这种来自于国际上的这种压力，能够迫使呃中共呃退让。 那而不是采取暴力镇压的方式啊。那当时台湾呢，呃，就是也是，呃，怎么讲？就是当时台湾还没有民主化，所以台湾人，呃，就是有一部分人是考虑到，就是中国民主化给台湾，呃，就是就就一下子你就没有那个威胁了嘛。那另外一部分呢，其实台湾人在在看说中国人怎么争自己的民主，那台湾人就是一种学一种一种互相学习啊，互相借鉴的这样一个态度哦、啊。 那但是呢，就是说，呃呃，在呃六四镇压之后，哦、呃，那香港呢，呃，就是香港的呃，就是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吧，嗯、呃、嗯，没有完全放弃，呃，就是这个事情，哦、呃，就是啊、呃，就是香港呃的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啊、呃，因为他们跟中国之间的呃连结非常非常深。 哦，所以他们呢，一定程度上他没有放弃，他还继续的去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啊，所以才才会有整个的这个，呃，这个维呃这个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嘛，啊，持续了三十多年的烛光的纪念嘛，啊，都是在香港，都是香港来来来主动，但是在台湾发生了一个很呃很就是在台湾的，呃，这个本土派在台湾的追求自由民主的这个人士，其实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折。 就是我记得谁呀、啊？就是，呃，有一个香港的，呃，就一个民主派人士，后来就是，呃，后来在台湾，呃，过世的，呃，李仪我记得是，好像他曾经提到过，就是八九六四之前，他去台湾的时候，呃，就是台湾的本土派的，呃，自由民主派的人士对他非常欢迎哦、啊，那然后八九六四之后，呃，他们就不去，他们就不跟他互动了。然后他就觉得很好奇，就问。 呃，就是他的这个在在台湾的朋友们说，为什么在台湾的朋友们就说说说这个国家是是是是绝不能跟他有任何关系的，就是就是八九六四的那一场屠杀，其实让台湾的本土派对中国彻底的，就是说这个这个台湾一定要彻彻底底的跟中国呃不不扯上一丝的关联，就是一丝的关联都不要扯上，对。 所以，其实事隔三十多年，你回头看的话，其实台湾的本土派他，他他他他，他他他当然就是本身台湾几百年，台湾自己，他跟香港是不一样的。香港的，就是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实际上是最近这些年才建立起来的。而台湾人的身份认同，你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这个这个本身你的这个这个这个意这个不一样嘛？啊，你本身你这个根基不一样，香港的底子。 就是香港在本土意识的这个底子太薄了啊，台湾本土意识的底子非常厚啊，就是但是你能看到，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你在关键的这一个事件上，嗯嗯，这个怎么讲？就是就是就有，就这一批人，学者也好啊，这个社会运动人士也好，他们的理念。 他们在关键时刻，他们非常清晰的这个理念是是不一样的。如果当时香港的，就是呃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能够像台湾当时本土派的人士一样，非常明确的认识到说，就说这个就是彻底是没有任何希望的。那如果从那个时候他们开始建构香港本土意识，就是我不知道哈，我就是我就很难讲，很难讲。但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不能怨香港人，就像我说的，台湾人在建，就是在在。 在呃，就是支撑自身台湾人的这个意识是是数百年的努力。你香港，香港那个时候都还没有这个东西，就是在八九六四的时候，香港根本就没有，就是、说香港人、香港本土、香港是完善的，这这根本还没，当时都不存在。你更别说去，就你更别说是一个跟中国关系很很深的人，他他他可能根本他都想不到要去要去弄这个东西。嗯，对，这、就是当时八九六四。嗯。 但我就觉得说台湾人非常聪明。其实我我说这段话就是说，真的台湾的本土派非常非常聪明。就是八九六四的那个事情一一出来，台湾的本土派就说没有希望了，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而且就说绝不能跟他有一丝一毫的关联。就台湾的本土派在那之前是想，就是你们知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呃，蒋家蒋家恨啊、呃、共匪嘛，所以台湾本土派一度就是。 一度就就没觉得，就是他们，就是你知道，就是台湾本土派中有一些个呃大佬，就是有一些亲中或者亲共的，呃，有一些人，就是他是他是在意识形态上是那样的，就是蒋家是台湾本土派的敌人，蒋家恨共匪，所以他们有的时候跟共匪有一点儿，就是不不，我不是说他们勾他们勾结共匪哈，我是说就是他们在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他有一种好感度，你知道吧？就是其实的好感度比较高。 但是八九六四之后，绝大、啊、都是台湾本土本土派非常清醒的认识到说，说就是绝不要跟他们有任何关系，就是台湾人自己追求自己的民主，自己去努力，不是说就是绝不跟中国有任何来往。嗯，非常聪明，非常聪明。嗯，其实现在台湾的本土派也很聪明。你你看到民进党没有？你们看到民进党没有？就是现在台湾本土派的这个挑大梁的民进党，你现在来说的话，民进党也非常聪明。嗯。 非常聪明，嗯，就为什么国民党和民众党，呃，这样我就不知道。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蛮怪的，就是说为什么，嗯，为什么就说，嗯，就是说台湾的这个呃，就说政党里边会会有这么大的这个差异性，就就不晓得，嗯，就是民进党非常非常聪明。 然后，国民党和民众党有的时候让我觉得，就不知道不知道咋回事，不知道咋回事。你就譬如说，就这个性骚扰的这个事件吧，这个 Me Too 运动吧，你说你你你炒作这个议题的时候，你没有想过自己身上干不干净吗？就是真的，就等于说你你怎么会就譬如说就说打民进党，呃，这个黑金，你就没瞅瞅自己家吗？ 然后你打民进党这个这个性骚扰的这个 Me Too 事件，你没有看看你们自己吗？你没有想过你自己会就是你自己身上就是全是泥巴，然后你看见别人身上就是衣角有一块泥，然后你就如获至宝。 然后去说，好像是一天发了，嗯、呃，呃，就是就是蓝蓝莓吧，蓝红莓，一天发了就是几十篇文章，就是每个媒体一天发了几十篇文章，骂民进党衣角上那块泥，你想没想过你全身都是泥呀、啊？就就我不知道，就是就是怎么，就是怎么能够差这么远呢？ 知道吧？就怎么会怎么能够这个你这个洞察力，你这个基本的这个这个东西，你怎么会差这么远？理难以理解、啊。然后就说呃什么人群聚集啊，维多利亚港啊，天安门、颐和园啊，全都全都是敏感，全都是敏感。然后最好笑的是什么呢？转发数、评论数、点赞数都不得是敏感数字，很夸张哎、欸，就。 你转发、评论、点赞的数字都不能是敏感数字啊！太扯了，太扯了！这个、这个东西、这个东西那，那那怎样？就譬如说，比如说六十四个点赞，他就赶紧把那四个点赞挪走；六十四条评论，赶紧把那个评论挪走。 应该是吧，就是说你绝不能呃是那个数字，嗯，就是呃呃，我不是说这个国民党和民众党很蠢嘛，就是说你你你自己身上都是泥，你挑民进党呃衣角上面一块泥巴啊、呃，这出事儿了吗？啊、呃，我昨天还跟大家呃就是说我在推特上面发就蛮失望的，就是国民党和民众党的受害者没有出来说话。那我目前呢就是已经看到至少有两位。 呃，出来说话了，但是说这两位呢，都不是，都不是，就是都不在，就是都不在这个呃这个党内哦，他们都离开，就是他们都是外人哦，就是其实就是外人，他他嗯，就是你离开这个圈子之后，你比较敢说话嘛，因为怎么讲就不影响你现在的生活嘛，你现在的生活跟跟跟呃这个国民党和民众党分开哦。那呃，首先我看到的就是呃，有一位推友叫做徐碧。 哦、那这位朋友，我印象中就是一个绿营的一个支持者啊，应该是民进党的支持者。所以说，这就是我跟大家讲，我昨天跟大家讲说，就是、说绿营的支持者要支持这些受、呃、蓝营的受害人。我看到有朋友讲说，就是他们自己鼓起勇气就好了。你有什么好支持的？呃，就是 <laughs> 我跟大家讲哈，就是声援也是支持。 啊，譬如说，我在这里说我声援你们啊，你我希望你们鼓起勇气啊站出来啊，你们没有错，是迫害你们的人有错，就声援也是支持啊。那你譬如说徐碧，就像我说的，我印象中他是应该是民进党支持者吧，我记得。但是你看，就等于说，呃、啊，就说这一位呃、啊、民众党的受害者，他向徐碧呃、啊、去匿名的去投稿，他信任徐碧。 就是托请徐碧把这个故事发出来，这就是这就是我们绿营支持者在帮忙，这就是我跟大家讲，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我特别的觉得绿营的支持者有这个责任，是因为我们的意识比较向前，就是因就是鉴于国民党和民众党他们这个政党的这个性质，呃，就是你譬如说柯文哲满口的这个丑女的言论，那国民党，嗯，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韩国瑜的什么。 就是女人的小腿儿是吧？韩国瑜说过，女人的小腿儿就是哎呀，反正我就这么跟你们讲，你们你们就想想这样的党，就是、说他们的支持者中，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不太可能说站到受害者一边，然后能够有一个非常尊重的呃支持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受害人，知道吧？这个东西，<laughs> 就如果他们真的在女性的这个意识形态上这么的这么的。 靠前，他们也很难支持一个什么那个美白小腿儿的这个韩韩国瑜那个时候的那个党，或者是柯文哲那个什么这个这个就柯文哲那一堆的那个艳女丑女言论，就是你你你不太会支持这样的党吧？就是如果你的意识形态很向前的话，哦，那所以说就这样的支持者，你说你说他们会能给这些受害人？ 什么样的支持呢？我觉得他们不去痛骂这些受害人，网暴这些受害人就不错了。事实上，我觉得这些呃，就是绿营的受害人，呃，的确也有一些人会指责他们了。呃，事实上是有的，有绿营的支持者会指责他们，但是绝大多数的绿营支持者都是都是呃鼓励支持声援受害者的，事实就是这样。但是在蓝营，我怀疑是倒过来的，在蓝营可能。 蓝营的支持者中有人会支持受害人，但是大多数应该是骂他们说啊，你你你让绿营捡到枪啊，或者是你你你不顾全大局啊，你影响选举啊。要我猜啊，我猜蓝营可能他的那个网络氛围很有可能是那样子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绿营支持者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额外的责任，就是怎么讲，就是你的意识越你的意识越越好，呃，你你你你的同理心越好。 有的时候你，你你的确是有一些额外的责任的，因为你你不能看着蓝营的受害者就就就上面被国民党和民众党压，下面被国民党和民众党支持者骂，这个就是两面夹击。这个这个，我觉得出于人人道主义吧，啊，这这大家都是台湾人，就是甚至说大家都是人，你出于人道主义，我觉得就是能拉一把就拉一把。 能支持一下就支持一下，也没有说大家要一定要像徐碧这样，因为徐碧他是很很很有名的这个的推友嘛。但是大家就是哪怕口头上说啊，我支持蓝营受害人啊，不要去谴责他们啊之类的啊，就就是那我觉得都有用啊。 然后，这就是这位呃受害人呃说的，就是说他是在二零一四年哦、呃，以呃志工的身份加入当时柯文哲的竞选团队哦、呃，然后呢呃是被呃其中一个人呃幕僚性骚扰，然后告诉柯文哲之后，柯文哲无视哦、呃，柯文哲无视哦、呃，而且而且这个女生非常的忍耐，说一直等到选举结束才才才,才去寻求呃解决，嗯。 那呃细节呢，我就不我就不跟大家说的特别细了哈。但是就是说，呃，就说里面有一些让我觉得特别呃受不了的，就是说他还呃就是呃呃就是他还呃就是呃因为这位女生带着妹妹去了这样的场合嘛，那然后这个人还说呃就是就是姐姐妹妹啊、呃、都很喜欢啊、呃、可以吃姐妹什么。 啊，嗯，然后还会说，就是就是在她被呃拒绝之后，还骂这个女生是假剩女，呃，有老公了还这么什么啊，呃，到处勾引别人啊，这样的啊，那。 然后，呃，这个目这个这个人呢，就很关键的一个事情就是，哦，就是目前为止，就是民进党发生的这些，就是呃呃，就是上级比较冷漠，或者说是处理比较不太好的这些性骚扰的这个后续事件，呃，就说，嗯，目前为止，呃，就说没有，呃呃，说到蔡英文面前，蔡英文不处理的这个情形啊。呃 我要特别提出来说一下哈，就是说，因为目前我看到有人在趁着这个呃混乱啊，呃来呃攻击蔡英文，或是攻击呃蔡英文和赖清德之间在这个事情上的关系啊。那我特别的来说一句，就是说，就是说，其实就是很多时候作为党主席，他并不一定知道底下发生什么状况啊，就是跟《人选之人造浪者》里面那个情形是一样的，就是第就是。 就底下的人，他不愿意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报给，呃，大大老板，因为他会觉得，会让大老板以为自己无能，呃，知道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别看蔡英文是党主席，他未必清楚这些事情是怎么回事，哦，那但是当然就是不管怎么说，蔡英文是党主席啊、哦，所以说，蔡英文总统以前任党主席的身份也已经出来道歉。 啊、哦，那呃，当然赖清德以现任党主席的身份，他不单道歉啊，他还呃整个的呃有这个改革的动作出来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呃呃，就是你肯定有呃五毛或者粉红或者是一些网军啊、呃、试图搅浑水。但是我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就是说，就说呃首先它是一个。 呃，就是官官僚体系性的一个问题，就是任何一个组织架构，它都会有一个压事儿的问题。这个就是我昨天跟大家讲的，就是都不要说性骚扰，就只要大家在职场上面工作过的，你好比说，就是我昨天说的，就是你跟供应商吵架了，然后是供应商欺负你啊，你你没错，是供应商欺负你整你，但是你这个时候你也不愿意让大老板知道，因为你让你上级知道。 就不管这个事情谁对谁错，上级第一句第一第一句话，就百分之九十九的上级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为什么给我惹这个麻烦？就是你知道吧，就不管谁对谁错，你跟供应商吵架，你为什么吵？这就有点像怎么讲？你比如说服务生吧，就是餐厅的服务生，比如说餐厅的服务生跟客人吵起来了，不管是客人有问题还是服务生有问题。 这个时候，老板都会说：“不要，你为什么跟客人吵架？”就是知道吧？就是任何一个就是组织架构啊，这种组织架构它都会有压事儿的问题。它的核心就是说，每一层级，他都希望上一层级不要觉得自己在找麻烦。嗯，对，任何组织架构都会这样。但是就是说，这个组织架构它的下层跟上层之间的关系越平等。 然后他的那个沟通的渠道越通畅，然后这个体系越健全，那么就是下下层他有一个渠道，他能够下情上达啊，他能够打破这种就是说说怕怕就是怕挨骂，怕觉得自己找麻烦啊，嗯，就是怕影响自己未来的职业，呃呃，怕影响自己的形象，怕被认为是呃嗯一个一个就说嗯嗯呃怎么讲就是呃有事儿没事儿。 呃，就是就是没事儿找事儿啊、呃，工作能力不行的人，就是那种恐惧感，其实是为什么在这样的架构中非常容易出问题啊。就是这种恐惧感，就是受害人本身他第一个想到的是说，那我把这个事情挑白了，别人就会觉得我是个没事儿找事儿的人，那我将来我的我的职业的生涯是不是受影响？就是它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架构啊，所以说他不见得是最顶上那个人。 的问题，他也不见得是最顶上那个人能解决的问题，他是，他是，他是涉及到非常非常复杂的这种人的一种心理啊。所以说，你能看到民进党这个事儿出来之后，你能看到很多的受害人，他最终他就是就是他到了某个阶段，他就会放弃。他为什么放弃？大家也不要谴责受害者哈、啊。他为什么放弃？就是我说，就是他他非常复杂，他害怕影响他未来的呃职业生涯，他害怕被视为是一个挑事儿的人，惹麻烦的人。 就是就是真的，就就就你就想一想，这个服务生为什么忍气吞声，对吧？就是那种对吧？去去去去餐馆吃饭的人痛骂服务生，为什么服务生不给你呛声呵呵？大部分服务生不给你呛声，大部分服务生给你道歉、鞠躬，说：“哎，对不起，客人，我给你换一碗。”对不起，客人啊、呃，请你呃，请你原谅。为什么服务生这样？就是他，这就是这种权力架构的问题。嗯。 那所以说，就是说，任何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开始挑拨蔡英文和赖清德之间的关系的，我觉得大家要注意，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是些，呃，就是哦，别有用心的吧，啊，呃，我觉得就是拿着这个事情来挑是有问题的，啊。 说，但是这个事情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啊，就是说这个事情的确是柯文哲知道的啊，是这个这个人他是跟市长亲，跟柯文哲亲密的幕僚反映啊，让市长啊妥，就是就是柯文哲，就是让柯文哲妥善处理，然后但是啊，当时就是柯文哲是选择姑息不理不睬，让这名男子变本加厉啊，那后来他是用其他的这个。 就是渠道哦、呃，朋友关系哦、呃，最终哦、呃，把这个事情算是勉强的就就就处理掉哦、呃，但是也让他非常失望。嗯、呃，那然后他有对科粉的一段话哈，呃，就是就是他鼓起勇气说出这个事情啊、呃，就是希望给女儿做一个榜样。那同时呢，他说过去十年没有因为柯文哲的亲中言论而脱粉的朋友哦。呃 呃，这个不会因为我分享了呃新呃呃就是亲身的故事就脱粉儿，但希望你们不要继续姑息自家候选人的口无遮拦与失言啊、呃！就是就这位朋友是一个比较呃就是悲观的朋友啊、呃，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柯文哲亲中呃是一回事儿，但是柯文哲在明知道自己的这个呃这个下属性骚扰呃这位受害人。 的情形下置之不理啊，完全置之不理啊，这是柯文哲本人知情的情况下置之不理啊。那我就觉得这这仍然我希望就是有一些柯文哲的粉丝能够、啊、能够想一想，就是、啊、这是我至少我看到的、就是，这是哦，就是在这个事件之后，那、啊、在 Me Too 就是台湾政坛 Me Too 风暴爆发之后，呃、啊，柯文哲呃、啊、就是柯文哲呃民众党啊爆发出来的这样的事件，嗯。 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呃，就说，呃，还有一位，呃，就是实名，呃，说出来的是，呃，呃，一位媒体人，呃，就是台湾的，呃，一位非常资深的、非常优秀的一位，呃，媒体人是《静文学》总编辑，呃，也是总经理，啊、呃，那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位媒体人，啊，那，呃，然后呢，他，呃，说到说，他是二零一四年的时候，啊、呃。 他是就是在呃二零一四年呃的时候呢，呃当时呢是是呃这个呃台北市长改选的时候，呃，有一位想要居间同整国民党选举的县长，如今是立委。那现在啊、呃，周玉蔻包括很多人都说这个人就是傅昆萁啊、呃，然后呢说呃邀集了呃首就是台北市长啊、呃，还有呃接续选市长的人啊。呃 那还有一周刊的社长、副社长、总编辑等人吃饭啊。那那个时候呢，这位呃董女士她是人物组副总编辑啊。那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呢，这个呃是这个县长，呃就是跟他呃呃聊天的时候呢，啊就这位呃女士呢，因为聊到说这位县长吃素，这位女士还对这个话题还蛮感兴趣的，所以就还聊了几句。呃，结果呢，这个。 呃，就这个呃，据说是傅昆奇的人士啊，这应就是大家说是傅昆奇这个人啊，就抓起了呃董女士的手啊，讲了一些呃呃关于手的一些话，嗯，就是占便宜嘛，借机占便宜嘛。然后结果吃到尾声的时候，这位呃就是据说是傅坤奇的人突然站起来，抱住呃董女士的头亲她，突然站起来。 哦，抱住他的头亲他哦、啊，请大家注意，这是一个什么场合哈？这个场合是，就是大家一块儿吃饭的一个场合，一个宴席，公开的哦、啊，一个场合，一个宴席上面，这个上面有这位据说是傅昆琪的这个人，还有当时的呃台北的市长，还有接续选台北市长的人。哦、啊、哦，呃，我看到这里说就是。 呃，就是当时的台北市长在是，就是就是在这位女士挣脱并且骂这个呃傅坤奇，据说是傅坤奇的这个人之后，当时的台北市长马上站起来闪人啊、呃，就是就是假装假装没看到这个这么这个状况。那你想，你大家都在吃饭，突然有一个女生突然站起来痛骂隔壁的这个男的。 然后这个呃，他当时的台北市长是谁？哦，你们说是郝龙斌呐？反正就是当时的台北市长马上站起来，呃，然后就跑了。然后想选台北市长的那位稍早有事先离开。好，就是想选台北市长的那一位当时不在不在场哈、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就是就是那是公开场合，就不是一个私底下的场合，对吧？这是一个公开场合，所有的人都都在吃饭，包括什么、嗯、什么一周刊社长、副社长、总编辑啊，各种媒体人。 然后这位就是据说是傅坤琪的人士，是在这样一个场合，先摸人家的手啊，先摸人家的手，然后人家把手抽回来之后，哦，突然站起来抱住董女士的头亲她，哦，这就是我跟大家讲，国民党的事情一定比民进党严重，百分之百，百分之百。我昨天就跟大家大家讲，就是国民党的事情一定比民进党严重，一定啊，为什么？你就看他的文化。 你他他敢在公开场合哟宴席上面哦，台北市长在做哟，他就敢这么干呢，就就就就你可以想象，这个这位据说是傅昆奇的人，他一定干了无数次了，从来没有人敢把他怎么样，他也从来不没有为此付出代价，所以他就敢这么，他就敢这么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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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做下去，这就是我跟大家讲哈，就是受害人啊。 受害人，你们，你们，你，你，你们想一想，就是你们知道，就是说，你，你，就是、说不要让比你更年轻的女孩儿在承受你所承受的痛苦。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就是，就是那个那个东西是是太痛苦了啊，太痛苦了。 就是，譬如说，你看到，就是我现在看到说，呃，就是昨天我提到王丹的事情哈，有些朋友说他可能就说有一些政治上的一些操作，那但是现在看到说又有另外一位啊，不通的另外一位啊男生说到王丹啊性骚扰他，就是这个东西就,就就他不可能是政治操作嘛，就等于说你你有多位啊人士，就是你就是他这个这种东西都是惯犯，就是他不会只性骚扰你。 他也不会只性侵你，就是你这个时候不站出来不阻止他们，就下面还有啊，就是一直都有啊，一直都有啊，那这就,就是他是他是他是，就是他是惯犯呢，你必须把他给治住啊。所以说，我就是傅昆奇，他就是啊，呃，这个据说是傅昆奇的这个人啊，那他一定是干了无数次了都没事儿，什么事儿都没有啊，他才他才敢这么做，大庭广众之下。 众目睽睽之下，他就敢啊。然后呢，呃，就说这个据说是傅昆奇的人被骂了之后呢，呃，就恼羞成怒啊，就攻击这位董女士，说，呃，这个我知道你穿什么牌子啊，就是因为他误以为这个牌子非常非常贵啊。那然后呢，这位董女士就就就就,就很很气嘛，就拿起包包立刻就走了。 然后呢？呃，这个这个县长助理来拦这个董女士道歉啊，呃，说县长从来都不会这样，那是纯属放屁，纯属放屁。我跟你们讲，就是说这种东西它一定是一点点开始的，这就好比偷钱，你一定是一开始偷五毛钱，然后才偷一块，然后才偷五块，然后才偷五十，最后才偷到五百。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偷钱是从五百开始偷的，一定是从五毛开始偷的啊。 就是这种东西，一定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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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他一定是在私下里不知道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对吧？摸人家小摸人家手啊啊，怎么怎么着啊？他私底下一定干过了，然后他才敢在公开场合干。这个东西是有，是他不会一开始就在公开场合他就敢这么干的啊。然后呢，呃，这个董女士还是告诉这个县长的助理说。 说这个不会，他不会怎样啊、呃！但是请这位呃，这个县长节制哦。那但是就说，真他不会节制，他不会节制，你必须让他付出代价。他他不付出代价，他就永远不会节制，就就就这么简单啊、呃，你就这么简单，嗯。那。 呃，就是这位董女士啊，我觉得非常非常感谢董女士她的勇气啊。我就是就是因为董女士她是媒体界的，她不她不是党公职，她没有这个上下层级的这个关系。就是我我就是我跟大家讲，就受害人她为什么不敢不敢越级上报，不敢把事情捅到蔡英文面前？一，就是她她她她只要还想要继续在这个圈子里混，她就要考虑到说，比如说她捅到蔡英文面前了，那中层怎么想她，对吧？ 呃，秘书长层级的怎么想他？就是他，他只有说他不在这个圈子里混，或者说是他，他有他，就是他功成名就了。比如说董女士，她现在非常优秀，她功成名就了。嗯，没有人敢因为她爆这个，据说是傅昆奇的丑闻，就把董女士给封杀了。对，知道吧？就是你，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女生她要漫长的一个时间，她积蓄勇气，但她同时积蓄自己的资源和力量。她就说，在这个圈子里面。 我我把你的丑事儿爆出来，你也不能把我封杀，你封杀不了我。就是他是要，他是要，他有那么多复杂的这种考量的啊啊！不是说当时没说，后来说就有问题。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下，当时没说是正常的，因为他有时候他是他是处于这个上下级的关系，他是属于弱势的关系。他第一个想到的是说，你你下个月房租有没有？你工作丢了怎么办？你未来的前途怎么办？他他他这是他是第一反应都会是这些东西啊。 哦、啊，这是目前啊，国民党和民众党的，嗯，他们自己啊出的问题啊，我觉得很棒啊，希望啊，国民党和民众党的受害人啊，大家都加油啊，大家都加油，真的就是我说，你你你哪怕不为了自己，你也为了你的你的下一代想一想，你为了比你年轻的女孩想一想，他们不会停的，你不把这个事情揭出来，他们不会停，就是这种人啊，你你他们是他们是就是。 就是怎么讲，他们非常享受，你们知道吗？就是、说这个性骚扰和性侵犯，它的核心是说我逼迫你做你你，我就是我就是我逼迫你，我强迫你，这个事情让他们非常快乐。这个东西就是就是你知道吧？就是他他就是他他把一个不愿意呃，就是跟他有任何的性关系的人强迫他承受，这是非常快乐的一个事情。就对于这些人而言，就是他就跟上了瘾一样。 它不会停，直到你迫使它停。